第二十章，与子共学相扶将。第一集。上回说到，张无忌恳切问询那小环元贞的去向，那小环念及救命之恩，便带了他转身进了房里。张无忌跟了他没行出几步，已到床前。那小环揭开罗帐，钻进帐去，拉着张无忌的手却没放开。张无忌吃了一惊，便要缩手回正。啊，这小环虽记仇且痴，总是女子，我怎可和她同睡一床？何况此刻追敌正是要紧。哎，通道在床里。张无忌听了这五个字，精神一振，再也顾不得什么男女之嫌，但觉那小环揭开棉被横卧在床，一直握住了自己的那只手一拉，便也躺在了那小环身旁。只是不知那小环搬动了何处机库，突然间床板侧动，两个人便摔了下去。这一摔直跌下数丈，幸好地下铺着极厚的软草，丝毫不觉疼痛。只听得头顶轻轻声响，床板已经恢复原状。张无忌不由得心下暗赞，这机关布置的妙极，谁料得到密道的入口处竟会是在小姐香闺的牙床中。张无忌无暇细思，忙站起身来，拉着小环的手快步而行。跑出数丈，听到那小环足上铁链曳地之声，这才猛然想起一事。啊，这位姑娘是跛子，足上又有铁链，怎能跑得这般快啊？我的跛脚是假装的，骗骗老爷和小姐。你的声音也……声音也是假装的？张无忌一停步，那小环便似猜中了他心意一般，笑着解释。张无忌心下暗惊，怪不得我妈妈说天下女子都爱骗人，今日连不悔妹妹也来暗算我一下，更何况这陌生女子。此时忙于追敌，这念头只在他心中稍稍一转，随即撇开，在甬道中曲曲折折地奔出数十丈，便到了尽头。而元贞却始终不见，那小环也是微微一叹，哎，这甬道我也只到过这里，相信前面尚有通路，可是我找不到开门的机括。我试试。张无忌伸手四下摸索，前面是凹凹凸凸的石壁，没一处缝隙。在凹凸处，他用力推击，也是纹丝不动。我已试了几十次，始终没能找到机括，真是古怪之极。我曾带了火把进来细细查看，也没发现半点可疑之处，那和尚又逃到了哪里呢？张无忌提一口气，运尽双臂，在石壁左边用力推气，毫无动静。再在右边推纳，只觉石壁微晃。他再吸两口真气，使劲推时，石壁缓缓退后，却是一堵极厚、极巨、极重、极实的大石门。原来光明顶密道构筑精巧，有些地方使用隐秘的机括，这座大石门却全无机括，若非天生神力或身负上乘武功，万万推移不动。那小环虽能进入密道，但武功不到，只有半途而废。张无忌这时九阳神功已成，这一推之力极巨，自能推开了。待石壁移后三尺，他劈出一掌，以防元贞躲在石后偷袭，随即拉了小环闪身而入。过了石壁，前面又是长长的甬道，两个人向前走去，只觉甬道一路向前倾斜，越行越低，走了五十来丈，前面忽现几道岔路。张无忌逐一试步，岔路竟有七条之多，正不知如何择路，忽听得左前方有人轻咳了一声，
虽即一指，静夜中听来已甚清晰。走这边。他抢步往最左一条岔道奔去。这条岔道忽高忽低，地下也崎岖不平。他鼓勇向前，听得身后铁链曳地声响个不停，便回头冲那个小环低声提醒：敌人在前，情势凶险，你还是慢慢来吧。有难同当，怕什么？你也来骗我吗？张无忌不再和他说什么，两个人顺着甬道不住的左转，走着螺旋形向下。甬道越来越窄，到后来仅能容下一人，便似一口深井一般。突然之间，莫觉头顶一股烈风压将下来，张无忌转身抱住那小环的腰，急纵而下，左足刚着地，立即向前扑出。至于前面一步外是万丈深渊还是坚硬石壁，怎有余暇去想？幸好前面空荡荡的，颇有容身之处。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泥沙细石落得满头满脸。张无忌定了定神，只听那小环长长呼出一口气：好险，那贼徒就躲在旁边，推大石来砸咱们。张无忌从斜坡回身走去，右手高举过顶，只走了几步，手掌便已碰到头顶粗糙的石面。只听得圆针的声音隐隐从石后传来：贼小子，今日葬了你在这里，有个女孩相伴，算你运气。哼，贼小子力气再大，瞧你推得开这大石吗？一块不够，我再给你加一块。只听得铁器撬石，接着砰的一声大响，又有一块巨石给他撬了下来，压在第一块巨石之上。那甬道仅容一人可以转身，张无忌伸手摸去，那巨石虽不能将甬道口严密封死，但空隙处最多只能伸得出一只手去，身子是万万不能钻出。他吸口真气，双手挺着巨石推摇，石旁许多泥沙扑簌而下，巨石却纹丝不动。看来两块数千斤的巨石叠在一起，当真便有九牛二虎之力，只怕也拉也不开。他虽已练成九阳神功，毕竟人力有时而穷，这小丘般的两块巨石如何挪动的他半尺一寸？张无忌正自愁闷，只听元贞在巨石之外呼呼喘息，想是他重伤之后又使力撬动巨石，也已累得筋疲力尽。小子，你叫什么？什么名？他说到这个名字，又无力再说了。张无忌听他不再出声，心思微动。这时他便回心转意，突然大发慈悲要放我二人出去，也已绝不能够。不必跟他多费唇舌，且看甬道之下是否另有出路。这般想着，他回身而下，顺着甬道继续前行，那小环紧随其后，一步也不敢落下。我身边有火折，只是没有蜡烛火把，生怕一点便完。且不忙点火。两人顺着甬道只走了数十步，便已到了尽头。四下里摸索间，张无忌摸得一只木桶，心下不由一喜。有了！说着他手起一掌劈散木桶，桶中散出许多粉末，也不知是石灰还是面粉。他捡起一条木片递向那小环：那你点火吧。那小环取出火刀火石火绒，打燃了火，凑过去点那木片。突然间火光耀眼，木片立时猛烈焚烧，两个人吓了一跳，且鼻中闻得一股硝黄的臭气。是火药。
那小环惊了一跳，高高举起木片，瞧那桶中粉末时，果然都是黑色的火药。要是适才火星溅了开来，火药爆炸，只怕连外边的恶和尚也炸死了。他话一说完，抬头间便见张无忌呆呆望着自己，脸上充满惊讶之色，神色极为古怪。这小环也是一愣，随即微微一笑。你怎么了？哎，原来你这样好看。我吓得傻了，竟然忘了装假脸。他说着挺直身子，原来他既非驼背，更不是跛脚，且双目湛湛有神，修眉端鼻，颊边微现梨窝，面容白嫩甜美，只是年纪幼小，身材尚未长成，虽容色绝丽，却掩不住稚气。张无忌心下不由得大是疑惑。你为什么要装怪样子？小姐挺恨我，见到我丑怪的模样心里就高兴了，若我不装怪样，她早就杀我了。她为什么要杀你呢？她总疑心我要害死她和老爷。真多疑，适才你长剑在手，她却已经动弹不得，你并没有害她，自今而后她再也不会疑心你了。我带了你到这里，小姐只有更加疑心，咱们也不知能不能逃得出去。唉，以后他疑不疑心也不怎么相干了。他说着高举木条查看周遭情景，只见楚身所在四十间石室堆满了弓箭兵器，大都铁锈斑斑，显示名叫西人放置在此以备御敌。再查看四周墙壁，竟无半道缝隙，看来此处是这条岔道的尽头。元贞之所以故意咳嗽，乃是有意引两人走入死路。那小环微一叹息，转了回头。公子爷，我叫小昭，我听小姐叫你无忌哥哥，你大名是叫做无忌吗？不错，我姓张。张无忌说到此处，突然心念一动，俯身拾起一只长矛，拿在手中掂了掂，觉得斤量不轻，似有四十来斤。这许多火药或能救咱们脱险，说不定便能将大石炸了。好主意，好主意！小昭拍手时腕上铁链相击，铮铮作声。张无忌听得眉头微皱。这铁链碍手碍脚，把它弄断了吧。啊，不不不，老爷要大大生气的。你说是我弄断的，我才不怕他生气呢。说着他双手握住铁链两端，用劲一崩。那铁链不过筷子粗细，他这一崩少说也有三四百斤力道，不料但听得嗡的一声，铁链震动作响，却崩塌不断。他不由得大是疑惑，吸口真气，再加尽力，仍奈何不得这铁链半分。这链子古怪得紧，便是快刀利凿也伤不了他。锁上的钥匙在小姐手里。咱们出去后，我向他讨来，给你开锁解链。只怕他不肯给。我跟他交情非同寻常，他不会不肯的。张无忌说罢，提起长矛走到大石之下，侧身静立片刻，听不到元贞的呼吸之声，想来他已远去。小昭举起火把在旁照着，一次炸不碎，看来要分开几次。他劲运双臂，在大石和甬道之间的缝隙中，用长矛慢慢刺了一条孔道。小昭递过火药，张无忌便将火药放入孔道，倒转成矛，以矛柄打石，再铺设一条火药线，通得下面石室作为引子。两人退入石室，张无忌从小昭手里接过火把，小昭便伸双手掩住了耳朵，张无忌挡在他身前，俯身点燃药引，
一点火花沿着火药线向前烧去，猛然间轰隆一声巨响，一股猛烈的热气冲来，震得他向后退了两步，小昭仰后便倒。他早有防备，伸手揽住了他腰。石室中烟雾弥漫，火把也让热气震熄了。哎，小昭，你没事吧？我没事。张无忌听他说话有些哽咽，微感奇怪。待得再点燃火把，方见他眼圈红了，不禁吓了一跳。怎么了？你不舒服吗？张公子，你和我素不相识，为什么要待我这样好？啊？什么？你为什么要挡在我身前？我只是个低三下四的奴婢，你贵重的千金之躯怎能遮挡在我身前？我有什么贵重了？你是个小姑娘，我自然要护着你些啊。两人缓了一阵，待见石室中烟雾淡了些，便向斜坡上走去。只见那块巨石安然无恙，巍巍如故，只是炸去了极小的一角。张无忌顿时颇为沮丧，只怕要再炸七八次咱们才钻得过去，可是锁于火药最多只能再炸两次。他提起长矛，又在石上钻孔，钻刺了几下，一矛刺在甬道壁上。忽然一块斗大的岩石滚了下来，露出一孔。他又惊又喜，伸手进去扳住旁边的岩石，摇了摇，微觉晃动，他使劲扳拉，又扳了一块下来。他接连扳下四块持续方圆的岩石，孔穴已可容身而过。原来啊，甬道的彼端另有通路，这一次爆炸没炸碎大石，却将甬道的石壁震松了。这甬道乃是一块块斗大的花岗石砌成。他手执火把先爬了进去，再招呼小昭进来。小昭，过来。那甬道仍一路盘旋向下。他这次学得乖了，左手挺着长矛高举过顶，提防圆针再施暗算。走了四五十丈，到了一处石门，他将长矛和火把交给小昭，运劲推开石门。里边又是一间石室，这间石室极大，顶上垂下钟乳，显示天然的石洞。他接过火把走了几步，突见地下倒着两具骷髅，骷髅身上衣服尚未烂尽，看得出是一男一女。张公子，小昭似感害怕，他挨到张无忌身边。张无忌高举火把在石洞中巡视了一遍，这里看来又是尽头了，不知能不能再找到出路啊。他伸出长矛在洞壁上到处敲打，每一处都极为沉实，找不到有声音空洞的地方。待走进两具骷髅，见那女子右手抓着一柄金光闪亮的匕首插在自己胸口，他一怔之下立时想起了元贞的话。元贞和杨夫人在密道私会，给杨顶天发现，杨顶天激愤之下走火身亡，杨夫人便以匕首自尽殉夫。难道这两人便是杨顶天夫妇？在走的那男子的骷髅之前，见已化成枯骨的手旁摊着一张羊皮，拾起看时，见一面有毛，一面光滑，并无异状。小昭接过一看，立时喜形于色。恭喜公子，这是明教武功的无上心法。他说着伸出左手食指，在杨夫人胸前的匕首上割破一条小小的口子，将鲜血涂上羊皮。
慢慢便显现了字迹，第一行赫然便是名叫圣火心法乾坤大挪移11个字。第二集，上回说到张无忌自杨顶天的遗骨中发现一张羊皮，小昭用血一涂，上面竟写着名叫圣火心法乾坤大挪移几个字。虽无意中发现了明教的武功心法，可是张无忌却并不如何欢喜。这密道中无水无米，倘若走不出去，最多不过7、8日，我和小昭便要饿死渴死，再高的武功学了也是无用。那元贞怎不将这乾坤大挪移的心法取了去？想是他做了这件大亏心事之后，永不敢再来看一眼杨氏夫妇的尸体。或许他不知道羊皮上竟写着武功心法，否则别说杨氏夫妇已死，便是活着他也要来设法盗取了。不知小昭又如何得知用血涂皮可以见字呢？你怎知羊皮中的秘密啊？啊，老爷跟小姐说起时，我暗中偷听到的。他们是明教教徒，不敢违反教规到密道中来找寻。张无忌瞧着两堆骷髅，思及元贞所说之旧事，心下一阵唏嘘感慨。把他们葬了吧。两人去搬了些炸下来的泥沙石块堆在一旁，再将杨顶天夫妇的骸骨移在了一起。小昭忽在杨顶天的骸骨中捡起一物。张公子，这里有封信。啊，什么信？张无忌接过来看时，见封皮上写着夫人亲启4个字。年深日久，封皮已霉烂不堪，那4个字也已腐蚀的笔画残缺，但依稀仍可见笔致中的英挺之气。那信牢牢封固，火漆印仍然完好。想是杨夫人未及拆信，便已自杀。张无忌正将那信恭恭敬敬地放在骸骨之中，想要堆上沙石一并掩埋，却听得小昭忽然开口：拆开来瞧瞧好不好？说不定杨教主有什么遗命。这是私人信函，咱们晚辈擅自拆阅，只怕不敬啊。倘若杨教主有何未了的心愿，公子去转告老爷小姐，让他们为杨教主办理，那也是好的。张无忌心想他这话倒也不错，便轻轻拆开封皮，抽出一幅极薄的白绫和2页黄纸。只见绫上用墨笔写着：夫人庄次。夫人庄次，夫人自归阳门，日夕郁郁，于粗鄙寡德，无足为患，深可迁就，自当永别，为夫人量职。32代依教主遗命，令于修习乾坤大挪移神功有成之后，率众潜赴波斯总教，设法迎回圣火令。本教虽发源于波斯，然在中华生根，开枝散叶已数百年余资，今达子占我中土，本教誓与周旋到底，绝不可遵波斯总教无理命令而封蒙古元人为主。圣火令若重入我手，我中华明教即可与波斯总教分庭抗礼也。哦，原来明教的总教在波斯国。这一教主和杨教主不肯奉总教之命而降顺元朝，实是极有血性骨气的好汉子。张无忌心中对明教又增了几分钦佩之意，当下便接着往下看去。仅于神功第4层初成，
击息成坤之时，血气翻涌，不克自制，真力将散，行当大归。天也，命也，复何如也？原来杨教主在写这信之时，便已知道他夫人和陈坤在密道私会的事儿了。什么陈坤？什么私会啊？这……张无忌见小昭想问又不敢问，于是将杨鼎天夫妇及陈坤间的事简略说了。听得小昭也是一阵感慨，要我说都是杨夫人不好，她若心中一直忘不了陈坤，原不该嫁与杨教主，既已嫁了杨教主，便不该再和陈坤私会。她小小年纪倒颇有见识。张无忌不禁对小昭暗暗赞赏，也不多说，翻过一章继续读了下去。今于命在旦夕，有负一教主重托，实为本教罪人。盼夫人持于此亲笔遗书，召聚左右光明使者、四大护教法王、五行骑士、五散人，颁于一命曰：不论何人，重获圣火令者，为本教第34代教主。于此之前，令谢逊暂设教主之位，处分本教重物，不服者全教共攻之。原来杨教主已命我义父暂设教主之位。我义父文武全才，杨教主死后，我义父已是明教中第一位人物。只可惜杨夫人没看到这信，否则明教之中也不至如此自相残杀，闹得天翻地覆。张无忌想到杨鼎天对谢逊如此看重，很是欢喜，却又不禁伤感，出神半晌，这才接着往下看。乾坤大挪移心法暂由谢逊接掌，日后转封新教主，得圣火令后奉行三大令及五小令，光大我教，驱除胡虏，行善去恶，持正除奸，令我明尊圣火普惠天下世人，新教主其免之。张无忌顺手摊开两页黄纸，见上面书着公楷小字，盖了十来个杨鼎天的朱印，显得加倍郑重。历代教主传有圣火令三大令五小令，年月既久，教众颇有不奉行大小八令者，致教规废弛，羽翼德薄，未能正之，殊有愧于明尊及历代教主附托之重。日后重获圣火令者，此三大令及五小令等颁行全教，吾中土明教之重振，实赖于此。自将此祖传之大小八令申述于后，后世总领明教者，祈念明尊爱护世人之大德，祖宗创业之艰难，并致力重获圣火令，振作奋发，必吾教光大于世焉。张无忌见了详细书写的三大令五小令，缓缓读了，心中不由得暗暗惊讶。照杨教主的遗命看来，明教的宗旨实在是正大的紧呢。各大门派陷于门户之间，不断和明教为难，倒是不该了。他给这大小八令打了个岔，忙翻过白绫，继续看杨教主的遗书。欲将一身上残存功力掩石门而和成坤共处，夫人可以密道全图脱困，当时无第二人有乾坤大挪移之功，即无第二人能推动此无妄位师门，若后世有豪杰炼成，欲祭成坤骸骨休矣。鼎天谨拜。
余名顶天，然于事无功，于教无勋，伤妇人之心，积恨而没，狂言顶天立地，诚可耻可笑也。读罢书信，张无忌不禁恍惚半晌，感慨一代枭雄人物竟自壮志未酬而亡命于斯。在遗书之后是一幅密道全图，上面注明了各处岔道和门户，张无忌不由得大喜过望。杨教主本想将陈坤关入密道，两人同归于尽，让夫人单独脱困，哪知他支持不到，死得早了，让那陈坤逍遥至今，又没料到夫人会自刎殉夫。幸好有这图，咱们能出去了。可戴德在途中找到了两人置身所在，再一查查，灯如一桶冰水从头上淋江下来。原来唯一的脱困道路正是给元贞用大石阻塞了的那一条，虽得密道全图，却和不得无异。这，哎呀，公子且别心焦，说不定另有通路呢。小昭说着接过图去，低头细细查阅，见图上写的分明，除此之外更无别处出路。张无忌见他神色失望，也不禁苦笑。杨教主的遗书上说道，若练成乾坤大挪移神功，便可推动石门而出，当时似乎只杨潇先生练过一些，可是功力甚浅，就算他在这里也未必管用。再说又不知吴望卫在什么地方，图上也没注明，去到哪里找去？吴望卫吗？那是伏羲六十四卦的方位之一，乾进五中，坤进子中，其阳在南，其阴在北。吴望卫在明夷卫和隋卫之间，该在此处了。啊，真的吗？张无忌精神一振，奔到藏兵器的甬道之中，取过一柄大斧，将石壁上积附的沙土刮去，果然露出一道门户的痕迹来。我虽不会乾坤大挪移之法，但九阳神功已成，威力未必便逊于此法。当下他气凝丹田，尽管双臂两足摆成弓箭步，缓缓运力推出。推纳良久，石门始终全无动静，不论他双手如何移动部位，如何催运真气，直累的双臂酸痛，全身骨骼咯咯作响，那石门仍宛如生牢在石壁上一般，连一分之微也没移动。张公子不用试了，我去把剩下的火药拿来。哦，好，我都将火药忘了。两人将半桶火药尽数装在石门之中，点燃药引，爆炸之后石门被炸得凹进了七八尺去，可甬道却不出现，看来这石门的厚度比宽度还大。张无忌颇为歉疚，拉着小昭的手叹了口气。小昭，都是我不好，害得你不能出去。张公子，你该当怪我才是，若我不带你进来，那便不会，不会。既然咱们出不去了，发愁也没用，我唱个小曲儿给你听好不好？张无忌实在没心绪听什么小曲儿，但不忍服他之意，便微笑应了。好啊，小昭坐在他身边，缓缓唱了起来。事情退无力，人生归失意，向人间走半心扉，气苍凶，凶苍急，浮
藏凶，凶藏吉。我这一生遭劫，果真如此。张无忌听他歌声娇柔清亮，圆转自如，满腹烦忧登时大减。顽皮，小昭，你唱的真好听。这曲是你做的吗？你骗人，这有什么好听的？我听人唱便把曲记下了，我那么蠢，怎么会作曲啊？张无忌想着天地尚无完体这一句，心有所感，便顺着他的调哼了起来。小昭不由得扑哧一笑。你是真的爱听还是假的爱听？怎么爱听不爱听还有真假之分吗？自然是真的。好，那我再唱一段。绽放愁眉，修正弦起，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今世如此，管他闲的愚的，平这曲中词意豁达，显示个饱经忧患、看破世情之人的胸怀，和小昭的《如花年华》殊不相称，自也是他听人唱过，因而记下了。张无忌年纪虽轻，十年来却艰苦备尝，今日困处山腹，眼见已无生理，咀嚼曲中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那两句，不禁魂味之消。所谓那一日，自是身死命丧的那一日。他以前面临生死关头已不知凡几，但从前或生或死都不牵累旁人，这一次不但拉了个小昭陪死，而且表妹珠儿的生死、杨逍、杨不悔诸人的安危、义父谢逊和元贞之间的深仇、武当派和天鹰教、明教的争斗都未有着落，实不想就此便死。他站起身来，又去推那石门，只觉体内真气流转，显然积蓄着无穷无尽的力气，可是偏偏使不出来，就似满江洪水给一条长堤拦住了，没法宣泄。他试了三次，颓然而废。见小昭又一割破手指，用鲜血涂在那张羊皮之上。张公子，你来练一练乾坤大挪移心法好不好？说不定你聪明过人，一下子便练会了。受用了一招，一招便宜，便只练一招也是好的。你说的也是。张无忌接过羊皮，轻声念诵，见羊皮上所书都是运气导行、以血使劲的法门，事一照行，竟毫不费力的便做到了。见羊皮上写着此第一层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者十四年可成，不由心中大奇。这有什么难处啊？何以要练七年才成？他再接下去看第二层心法，依法施为，也只片刻间便真气贯通，只觉十根手指之中似有丝丝暖气射出，
但见其中注明第二层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焉者十四年可成，如练至二十一年而无进展，则不可再练第三层，以防走火入魔，无可解救。我这片刻之功便已如斯。张无忌又惊又喜，接着去看第三层练法，这时自己已然隐晦，他正要取过匕首割自己的手指，小昭却抢先用止血涂抹羊皮。张无忌边读边练，第三层第四层心法势如破竹般便练成了。小昭见他半边脸孔胀得血红，半边脸颊却发铁青，心中微觉害怕，但见他神完气足，双眼金光炯炯，料之无碍。待见他独霸第五层心法续练时，脸上忽青忽红，脸上青时身子微颤如躲寒冰，脸上红时额头汗如雨下。小昭取出手帕伸到他额上去替他抹汗，手帕刚碰到他额角，突然间手臂巨震，身子后仰，险些摔倒。他忙退出几步，张无忌站起身来，伸出衣袖抹去汗水，一时之间不明其理，却不知他这会儿功夫竟是已将第五层心法练成了。第三集，上回说到，张无忌不知不觉间也练成了第五层乾坤大挪移心法。这乾坤大挪移心法实则是运尽使力的一项极为巧妙的法门，根本之理在于发挥每人本身所蓄之潜力。每人体内潜力原本极为庞大，只是平时使不出来。每逢火灾等紧急关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往往能负千斤。张无忌练就九阳神功后，本身所蓄力道当是已无人能及，只因未得高人指点，未学高明武功，使不出来。这时学到乾坤大挪移心法，体内潜力便如山洪蓄谷后，得知如何引入宣泄通道，一开闸即沛然莫之能御。练九阳神功是积蓄山洪，此事甚难，而乾坤大挪移则是凿开宣泄的通道，知法即成。这门心法之所以难练难成，之所以稍一不慎便至走火入魔，全因运进的法门复杂巧妙无比，而练功者却无雄浑的内力与之相负。正如要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去挥舞百斤重的链子锤，锤法越是精微奥妙，铁锤飞舞控纵越难，越会将自己打得头破血流，脑浆迸裂。但若挥锤者是个大力士，那便得其所哉了。以往练着心法之人，只因内力有限，勉强修习，变成心有余而力不足。昔日明教各教主也都明白这其中关键所在，但既得身任教主，自皆是坚毅不拔，绝不服输之事，福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言，于是孜孜物物，竭力修习。殊不知人力有时而穷，一心想要人定胜天，结果往往饮恨而终。张无忌之所以能在半日间练成，而许多聪明才智、武学修为远胜于他之人，皆数十年苦修而不能练成者，其间的分别便在于一则内力有余，一则内力不足而已。也是他机缘巧合，先练成了九阳神功，再练乾坤大挪移，便顺理成章。倘若到了转来，这乾坤大挪移便是第一层功夫也难练成了。张无忌练到第五层后，
只觉全身精神力气无不指挥如意，愈发即发，愈收即收，全凭心意所知，周身百骸当真说不出的舒服受用。这时他已忘了去推那个石门，跟着便练起了第六层心法。乾坤大挪移神功较浅近的一二层，类似于四两拨千斤之法，但到了较高层次，反过来变成了千斤拨四两，以近乎千斤的浩浩内力去拨动对手小小的劲力，似乎是杀鸡用牛刀，但正因用的是牛刀，杀此鸡便轻而易举了。一个多时辰后，张无忌已练到第七层，最后第七层心法的奥妙之处又比第六层深了数倍，一时之间实难境界。好在他精通医道脉理，遇到难明之处已知和医理一加印证，往往便即豁然贯通。练到一大半之处，突然间气血翻涌，心跳加剧，他定了定神，再从头做起，仍然如此。这是为何？自练第一层神功以来，从未遇上过这等情形。他跳过了这一句，再练下去时又觉顺利，但数据一过，重遇阻难。自此而下，阻难迭出，直到末篇共有19句未能照练。张无忌沉思半晌，将那羊皮供在石上，恭恭敬敬地躬身下拜，磕了几个头。弟子张无忌，无意中得亏明教神功心法，只在脱困求生，并非存心窥窃贵教秘籍。弟子得脱险境之后，自当以此神功为贵教尽力，不敢有负历代教主栽培救命之恩。历代教宗在上，请你们保佑张公子重整明教，光大列祖列宗的威名。我非明教教徒，奉我太师父教诲，将来也绝不敢身属明教，但我斩读杨教主的遗书后，深知明教的宗旨光明正大，自当竭尽所能向各大门派解释误会，请双方息争。张公子，你说有19句句子尚未练成，何不休息一会儿，养足精神，把他们都练成了？我今日练成乾坤大挪移第七层心法，虽有19句跳过，未免略有缺陷，但正如你曲中所说，日盈仄，月满亏时，天地尚无完体，我怎可心无厌足，贪多五德？想我有何福泽功德，该受这明教的神功心法，能留下19句练不成，那才是道理啊。公子说的是。小昭微微一笑，接过羊皮，请他指出那未练的19句，暗暗念诵几遍，用心记忆。你记着干什么？我想连公子也练不会，倒要瞧瞧是怎样的难法，或者将来我能背给你听，到那时你可再练。张无忌听他这句话中不知不觉的蕴蓄深情，不由得大为感动。哪知张无忌事事不为以慎，适可而止，正应了知足不辱这句话。当年创制乾坤大挪移心法的那位高人，内力虽强，却也未到相当于九阳神功的地步，只能练到第六层而已。他所写的第七层心法自己已无法修炼，只不过凭着聪明智慧纵其想象，力求变化而已。张无忌所练不通的那19句，正是那位高人单凭空想而想错了的，似是而非，已然误入歧途。张无忌如存了求全之心，非练到尽善尽美不肯罢手，那么到最后关头便会走火入魔，若非疯癫痴呆，便至全身瘫痪，甚至自觉经脉而亡。
当下两人搬过沙石，葬好了杨顶天夫妇的遗骸，走到石门之前。这一次张无忌单身右手按在石门边上，依照适才所练的乾坤大挪移心法，威仪运尽，石门便呀呀声响，微微晃动，再加上几分力道，石门便缓缓开了。小昭大喜，跳起身来拍手叫好，手足上铁链相击，叮叮当当的乱响。我再来拉断你的铁链。这次定然成了。张无忌握住他双手之间的铁链，运劲分扯。只见铁链渐渐延长，却始终不断。哎呀，不好！你越拉越长，我可更加不便了。这链子当真邪门，只怕便拉成十几丈长，它还是不断呢。张无忌无奈之下，只得放弃。原来名叫上代教主得到一块天上落下来的古怪陨石，其中所含的金属质地不同于世间任何金铁，锐金其中的巧匠已知试铸兵刃不成，便铸成此链。张无忌见小昭垂头丧气，忙出言安慰：你放心，这铁链我定给你打开，咱们困在这山腹之中尚能出去，难道还奈何不了这两根小小铁链？张无忌思及尚要找元贞报仇，便反身再去推那两块数千斤的巨石。可是他虽练成神功，终究不是无所不能，两块巨石给他推得微微撼动，却终难掀开。他摇摇头，便和小昭从另一边的石门中走了出去。他回身推拢石门，见那石门又哪里是门了，其实是一块天然生成的大岩石，岩底装了一个大铁球作为门枢，年深日久，铁球生锈，大岩石便甚难推动。他想当年明教建造这地道之时，动用无数人力，穷年累月，不知花了多少功夫，多少心血。他手持密道地图，寻途而行。密道中岔路虽多，但仍毫不费力的便出了山洞。出的洞来，强光闪耀，两人一时之间竟睁不开眼。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睁眼，只见遍地冰雪，阳光照上冰雪反射过来，倍觉光亮。小昭吹熄手中木条，在雪地里挖了个小洞，将木条埋在洞里，口中念念有词：木条啊木条，多谢你照亮张公子和我出洞，若没有你，我们可就一筹莫展了。世人忘恩负义者多，这小姑娘对一根木条尚且如此，想来当是厚道重义之人。张无忌胸襟为之一爽，不由侧头向他望去，冰雪上反射过来的强光照在他脸上，更显得他肤色晶莹，柔美如玉。小昭，你美丽得很呢。张公子，你不骗我吗？你别装驼背跛脚的怪样了，现下这样子才好看呢。你叫我不装我就不装，小姐便要杀我我也不装。瞎手，你好端端的他干嘛杀你啊？说着张无忌又看了他一眼，见他肤色奇白，鼻子较正常女子为高，眼睛中隐隐有海水蓝意，微有些惊讶。你是本地西域人是不是？比之我们中原女子另有一份好看呢。我宁可像你们中原的姑娘。张无忌听他此言，只微微一笑，随即走到崖边。四顾深州地势，原来是在一座山峰的中腰，当时说不得将他藏在布袋中附上光明顶，
他与沿途地势一概不知，此时也不知身在何处。极目眺望，遥见西北方山坡上有几人躺着一动不动，似已死去。咱们过去瞧瞧。他携着小昭的手纵身向那山坡疾驰而去。这时他体内九阳真气流转如意，乾坤大挪移心法练到了第七层，举手抬足在旁人看来似非人力所能，虽然带着小昭仍身轻如燕。到得近处，只见四人死在雪地之中，白雪上鲜血嫣红，四个人身上都有刀剑之伤，其中三人穿明教徒服色，另一人是个僧人，似是少林派子弟。啊，不好，咱们在山腹中耽搁了这许多时候，六大派的人攻了上来了。张无忌一摸四人心口都已冰冷，显然已死去多时，忙拉着小昭循着雪地里的足迹向山上奔去。走出十余丈，又见七人死在地下，情状可怖。他心中挂念于二伯、殷六叔、周芷若等人，又念及外公、舅舅及表妹珠儿，见死者均不相识，又无白发老者在内，心便宽了。不知杨潇先生不回妹子等怎样了？他心中担忧，越走越快，几乎是将小昭的身子提着飞行。转了一个弯儿，只见五名明教徒的尸首挂在树枝上，都是头下脚上的倒悬，每个人的脸上血肉模糊，似给什么利爪抓过。小昭心中一凛，秀眉微蹙，是华山派的胡招手抓的。哎，小昭，你年纪轻轻，见识却薄，是谁教你的？他这句话虽问出了口，但记挂着光明顶上个人安危，不等小昭回答，便带着他飞步上峰。一路上但见尸首狼藉，大多数是明教教徒，但六大派的弟子也有不少，想是他在山腹中一日一夜之间，六大派发动猛攻。明教因杨潇、韦一笑等重要首领尽数重伤，无人指挥，以致失利，但众教徒虽在劣势之下，仍自苦斗不屈，是以双方死伤均重。他一颗心砰砰乱跳，查看死者中有无相识关怀之人。将到山顶，猛听得兵刃相交之声，乒乒乓乓的打得极为激烈，张无忌不由得心下稍宽。战斗竟然未息，六大派或许尚未攻入大厅。他快步往香斗处奔去，奔不多时，眼前出现几十间大屋，外有高高的围墙，突然间呼呼风响，背后两枚钢镖掷来，跟着有人大喝出声：是谁？停步！张无忌脚下毫不停留，回手轻挥，两枚钢镖立时倒飞回去，只听得啊的一声惨呼，跟着砰的一声，有人摔倒。张无忌一怔，回过头来，见地下倒着一名灰袍僧人，两枚钢镖定在他右肩之上。他更是一呆，是才回手轻挥，只不过想略斜钢镖来势，不致打到自己身上而已，哪料到这么轻轻一挥，力道竟如此大的异乎寻常。他忙抢上前去：在下误伤大师，抱歉之至。说着他伸指拔出钢镖，那少林僧的右肩上登时血如泉涌，岂知这僧人即是彪悍，飞起一脚，砰的一声踢中张无忌小腹。张无忌和他站得极近，没料到他竟会突施袭击，一正之际，那僧人已倒飞出去，背脊撞上一棵大树，右足折断，口中狂喷鲜血。张无忌此时体内真气流转，一遇外力自然而然而生反击，比之当日震断静玄的左腿，力道又大得多了。他见那个僧人重伤，更是不安，上前扶起，连声致歉：大师，对不住，对不住。
那僧人恶狠狠地瞪着他，惊骇之心更甚于愤怒，虽仍想出招击敌，却已无能为力了。忽听的围墙内传出接连三声闷哼，张无忌无暇再顾那个僧人，拉着小昭从大门中抢了进去，穿过两处厅堂，眼前是好大一片广场，场上黑压压的站满了人，西首人数较少，十之八九身上鲜血淋漓，或坐或卧，那是鸣叫的一方。东首的人数多出数倍，分成六堆，看来六大派均已到齐。这六批人引然对鸣叫做包围之势。张无忌一瞥之下，见杨逍、韦一笑、彭和尚说不得诸人都坐在鸣叫人众之内，看情形仍旧行动艰难。杨不悔坐在他父亲身旁，广场中心有两个人正在拼斗，个人凝神观战。张无忌和小昭进来，谁也没加留心。张无忌慢慢走近，定睛看时，见相斗双方都是空手，但是掌风呼呼，劲力远及数丈，显然二人都是绝顶高手。两个人身形转动，打得快急，突然间四掌相交，立时交住不动，只一瞬之间便自急速的跃动转为全然静止。旁观众人忍不住轰然叫好：张无忌看清楚两人面貌时心头大震，那身材矮小满脸精悍之色的中年汉子正是武当派的四侠张松溪，他的对手是个身材魁伟的秃顶老者，长眉胜雪，垂下眼角，鼻子勾曲，有若鹰嘴。鸣叫中还有这等高手，那是谁啊？哼，白眉老儿，快认输吧，你怎能是武当张四侠的对手？那华山派中忽的有人大叫出声，正好道出那个人的身份。张无忌一听到白眉老儿四个字，心中立时生出一股如沐之意，便想扑上前去相认。原来他便是我外公白眉鹰王。但见殷天正和张松溪头顶都冒出丝丝热气，便在这片刻之间，两个人竟已各自使出生平苦练的内家真力。一个是天鹰教教主，名叫四大护教法王之一，一个是张三丰的得意弟子，身属威震天下的武当七侠。眼看霎时间便要分出胜败，名教和六大派双方都屏气凝息，为自己人担心。均知这场比拼不但是名教和武当派双方威名所系，且高手以真力决胜，败的一方多半有性命之忧。只见两个人犹似两尊石像，连头发和衣角也无丝毫漂浮。殷天正神威凛凛，双目炯炯如电闪动，张松溪却谨守武当心法中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要旨，严密守卫。他知殷天正比自己大了20多岁，内力修为便是深了20余年，但自己正当壮年，长力充沛，对方年纪衰迈，只待时刻一久，便有取胜之机。第四集，上回说到白眉鹰王与张松溪各用内家真力拼斗，张松溪谨守武当心法中的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待取胜之机，岂知殷天正实是武林中一位不世出的奇人，年纪虽大，精力却丝毫不逊于少年，内力如潮，有如一个浪头又一个浪头般连绵不绝，从双掌上
向张松溪撞击过去。张无忌初见阴天正和张松溪时心中一喜，但是立即喜去忧来，一个是自己的外公，乃骨肉至亲，一个是父亲的师兄，待他有如亲子。当年他身中玄冥神掌，武当诸侠均曾不惜损耗内功，尽心竭力地为他疗伤。张松溪也是这般，倘若两人之中有一人或伤或死，在他都是毕生大恨。张无忌仔细瞧阴天正时，见他年纪虽老，却精神矍铄，双目灿然生光。张无忌从他目光之中陡然见到了几丝慈和温柔的神色，心中大动。这几分慈和温柔，正是十多年前他母亲殷素素瞧着他的眼神。这时忽然在外公的眼光中见到，一时激动，便想冲出去紧紧抱住他。外公，你们两位不要打，他是我爹爹的师哥，如同爹爹一般待我呀。他不知阴天正此时目光忽露亲善之意，也正是想到了已死的女儿女婿。忽听得阴天正和张松溪齐声大喝，四掌发力，各自退出了六七步。张松溪神色一缓，率先拱手：阴老前辈神功卓绝，佩服佩服。张兄内家修为超凡入圣，老夫自愧不如。阁下是小婿同门师兄，难道今日定然非分胜负不可吗？别打了别打了。张无忌听他言语中提的父亲，眼眶登时红了，心中不住的暗叫。只见张松溪对着阴天正躬身一揖：晚辈适才多退一步，已输了半招。张松溪神定气闲地退了下去，突见武当派中抢出一个汉子，正是七侠莫生骨。他满面怒容，指着阴天正便喝：阴老儿，你不提我张五哥那也罢了，今日提起叫人好生恼恨。我于三哥、张五哥两人全是伤折在你天鹰教手中，此仇不报，我莫生骨枉君武当七侠之名。说着苍啷啷一声，他手中长剑出鞘，太阳照耀下剑光闪闪，摆了一招万月朝宗的姿势。这是武当子弟和长辈动手过招时的起手式。莫生骨此时已是武林中极有身份的高手，虽怒气勃勃，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举一动自不能失了礼数。阴天正叹了口气，脸上闪过一阵黯然之色，片刻后方才缓缓开口：老夫自小女死后不愿再动刀剑，但若和武当诸侠空手过招，却又未免托大不敬。也罢，借你铁棍一用。是，英王。他一指一旁手执铁棍的教徒，那名叫教徒双手横捧齐眉冰铁棍，走到阴天正身前，恭恭敬敬地躬身呈上。阴天正接过铁棍，双手一拗，啪的一声，铁棍登时断为两截。旁观众人不由得大为惊骇，都没想到这老儿久战之后仍具如此惊人的神力。莫深谷知他不会先行发招，长剑一起，是一招百鸟朝凰。但见剑尖乱颤，霎时间便如化为数十个剑尖罩住敌人中盘，却不前刺。这一招虽然厉害，仍为彬彬有礼的剑法。阴天正左手断棍一封，神色淡然：莫七侠不必客气。话音未落，右手断棍便斜砸过去。两人数招一过，旁观众人群情耸动。
但见陌生谷剑走轻灵，光闪如虹，吞吐开合之际又飘逸又凝重，端的是名家风范。银天正的两根断铁棍本已笨重，招数更加呆滞，东打一棍西砸一棍，似乎不成章法。但是有识之士见了，却知他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实是一真武学中的极高境界。他脚步移动也极为缓慢，陌生谷却纵高伏低，东奔西闪，只在一盏茶时分已接连攻出60余招凌厉无伦的杀手。再斗数十合后，陌生谷的剑招愈来愈快，昆仑峨眉诸派均以剑法见长，这几派的弟子见陌生谷一柄长剑上竟生出如许变化，心下都暗暗轻浮。武当剑法果然名不虚传，今日大开眼界。可是不论他如何腾挪批次，总攻不进阴天正两根铁棍所严守的门户之内。陌生谷渐渐便有些急切，这老儿连败华山少林三名高手，又和四哥对号内力，我已是跟他相斗的第五人，早就占了不少便宜，若再不胜，师门颜面何存。他突然一声轻笑，剑法忽变，那柄长剑竟似成了一条软带，轻柔曲折，飘忽不定，正是武当派的72招绕指柔剑。旁观众人看到第12、13招时，忍不住齐声叫好。这时阴天正已不能手捉玉巧，身形游走，也展开轻功跟他一块打块。突然间陌生谷长剑破空，急刺阴天正胸膛，剑到中途，剑尖微颤，竟然翻了过去，变成斜刺他右肩。这一路绕指柔剑，全仗以浑厚内力逼弯剑刃，使剑招闪烁无常，敌人难以挡架。阴天正从未见过这等剑法，忙沉肩相避，不料铮的一声轻响，那剑反弹过来，刺入了他左手上臂。阴天正右臂一伸，不知如何竟陡然长了半尺，在陌生谷手腕上一扶，夹手将他长剑夺过，左手已按住他肩真穴。白眉鹰王的鹰爪擒拿手乃武林一绝，当世无双。陌生谷肩头落入他掌心，他五指只需运劲捏下，陌生谷的肩头飞碎成片片，终身残废不可。武当诸侠尽皆大惊，个人待要抢出相助，其势却已不及。阴天正却是叹了口气，一直为神，岂可在乎。他放开了手，右手回缩，拔出长剑，左臂上伤口登时血如泉涌。他向长剑凝视半晌，终是苦笑一声：老夫纵横半生，从未在招数上输过一招半式。好个张三丰，好个张真人。他称扬张三丰，那是钦佩他首创的72招绕指柔剑神妙难测，自己竟挡架不了。陌生谷待在当地，自己虽先赢一招，但是对方终究有意不下杀手，没损伤自己，挣了片刻这才抱拳一礼：多蒙前辈手下留情。你的剑。阴天正微笑点头，将长剑交还给他。陌生谷精研剑法，但到头来手中兵刃竟给对方夺去，羞愧难当，也不接剑，躬身退下。张无忌轻轻撕下衣襟，正想上前给外公裹伤，忽见武当派中又步出一人，黑须垂胸，却是武当七侠之首的宋远桥。我为老前辈裹一裹伤。他说着便从怀中取出金疮药给阴天正敷上伤口。
随即用帕子扎住。天鹰教和明教的教众见宋远桥一脸正气，料想他身为武当七侠之首，绝不会公然下毒加害。殷天正更是坦然不疑。多谢宋大侠。宋师伯给我外公裹伤，想是感激他不伤穆七叔，两家就此和好了。张无忌心中大喜，哪知宋远桥裹好伤后退开两步，长袖一摆，却是冲着殷天正行了一礼。宋某领教老前辈的高招。宋大侠，用车轮战打他老人家，这不公平。宋远桥这一招大出张无忌意料之外，他这一言出口，众人的目光都射向这衣衫褴褛的少年。除峨眉派诸人以及殷离亭、宋青书、杨潇、说不得、周颠等少数人之外，谁都不知道他来历，均感愕然。宋远桥看了他一眼，心下依旧是古井无波。这位小朋友的话不错，武当派和天鹰教之间的私怨今日暂且搁下不提，现下是六大派和明教一决生死存亡的关头，武当派仅向明教讨战。殷天正的眼光缓缓移动，看到杨潇、韦一笑、彭和尚等人全身瘫痪，天鹰教和五行旗下的高手个个非死即伤，自己的儿子殷野王伏地昏迷，生死未卜，明教和天鹰教之中除自己之外再没一个能抵挡得住宋远桥的全招剑法，可是自己连战五个高手之余已然真气不纯，何况左臂上这一剑受伤委实不轻。殷天正微微一顿之间，空同派中一个矮小的老人呼的大叫出声：魔教一败涂地，再不投降还待怎的？空智大师，咱们这便去毁了魔教33代教主的牌位吧。少林寺方丈空文大师坐镇嵩山本院，这次围剿明教，少林弟子由空智率领，各派敬仰少林派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便举他为进攻光明顶的发号施令之人。空智尚未答言，只听华山派中有一个人大声冷笑：哼，什么投降不投降，魔教之众今日不能留下一个活口，除恶务尽，否则他日死灰复燃，又必危害江湖。魔崽子们，剑急的快快自刎，免得大爷们动手。是啊，没错，是啊。殷天正暗暗运气，但却左臂上剑伤脊骨，一阵阵作痛。素知宋远桥追随张三丰醉酒，已深得这位不世出的武学大师真传，自己神完气足之时和他相斗，也未知鹿死谁手，何况此刻。但明教众高手或死或伤，只剩下自己一人支撑大局，只有拼掉这条老命了。自己死不足惜，所可惜者一世英名竟在今日断送。他正自思量，却听宋远桥忽地开口相劝：殷老前辈，武当派和天鹰教仇深似海，可是我们却不愿乘人之危，这场过节尽可日后再算。我们六大派这一次乃是冲着明教而来，天鹰教已脱离明教，自立门户，江湖上人人皆知，殷老前辈何必趟这趟浑水，还请率领贵教人众下山去吧。武当派为了于代言之事和天鹰教结下极深的梁子，此事各派尽皆知闻。这时听宋远桥竟为天鹰教开脱，个人竟皆惊讶，但随即明白宋远桥光明磊落，不肯捡着现成的便宜。怎料殷天正却是哈哈一笑，反踏上一步，双掌虚拟胸前，两条白眉微微颤动，凛然生威：宋大侠的好意，薄夫心领。
老夫是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虽已自立门户，但明教有难，岂能背弃昔日情谊，置身事外？今日有死而已。宋大侠，请进招吧。既然如此，得罪了。宋远桥说罢，左手扬起，右手抵在掌心，一招擒手式挥击出去。这是武当派拳法中晚辈和长辈过招的招数。尹天正见他弯腰弓背，唯有下拜之态，心中便即明白。不必客气。他双手圈转，封在心口，依照拳理，宋远桥必当抢步上前，身臂出击。哪知他身臂出击是一点不错，却没有抢步上前，这拳打出竟和殷天正的身子相距一丈有余。殷天正心下便是一惊，难道他武当拳术如此厉害，竟练成了隔山打牛神功？他不敢怠慢，运起内劲，右掌挥出抵挡他拳力。不料这一掌挥出，前面空荡荡，并未接到什么劲力，不由得大奇。久仰老前辈武学深湛，家师也常称道，但此刻前辈已力战数人，晚辈却是生力，过招之际太不公平，咱们只较量招数，不比履历。宋远桥一面说，一面踢出一腿，这一腿又是虚踢，离对方身子仍有丈许之地，但是脚法精妙，方位奇特，当真匪夷所思。倘是近身攻击，可就十分难防。殷天正不由得出声赞叹：“好脚法！”说话间，他便以攻为守，挥拳抢攻。宋远桥侧身闪避，还以一掌。霎时之间，但见两人拳来脚往，斗得极是紧凑，可是始终相隔丈许之地。虽然招不着身，一切全是虚打，但他二人何等身份，哪一招失利，哪一招占先，各自心知。两个人全神贯注，丝毫不敢怠忽，便和贴身肉搏无异。旁观众人不少是武学高手，见宋远桥虽走的是以柔克刚的路子，拳脚却是极快。殷天正大开大合，招数以刚为主，也丝毫没慢了。两个人见招拆招，忽守忽攻，似乎是分别练拳，各打各的，其实斗得激烈无比。张无忌瞧着殷天正和宋远桥，心中只觉是在冰火岛上观看爹爹和妈妈比试拳脚。他父母在岛上极少练武，拆招试拳也均是试给张无忌观看。这时在张无忌眼中看出来，外公白衣飞动，化作了母亲的模样。宋大伯一身青衫，飘逸潇洒，则如是爹爹当年。他看得热泪盈眶，心中感伤。爹爹，妈妈，你们好吗？他初看殷天正和张松溪陌生古相斗时，关怀两边亲人安危，并没有怎么留神双方出招。而这时见外公和大师伯的这场比试，因知只有胜负之分，并无死伤之险，这才潜心查看两人招数。看了半晌，见两人出招越来越快，他心下却越来越不明白。外公和宋大伯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但招数之中何以竟有这许多破绽？外公这一拳倘若偏左半尺，不就正打中宋大伯胸口？宋大伯这一抓若再迟出片刻，岂不恰好拿到了我外公左臂？难道他二人故意相让？可是瞧情形又不像啊。其实殷天正和宋远桥虽然离身相斗，招数上却丝毫不让。张无忌学会乾坤大挪移心法后，武学上的修为已比他们均要高上一筹，但说殷宋二人的招数中颇有破绽却又不然。张无忌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这么想，只因身负九阳神功之故。
他所设想的招数固能克敌制胜，却往往实际难能，常人万万无法做到，也不是比殷宋二人更妙更精。正如飞禽见地下狮虎搏斗，不免会想何不高飞下扑，可操必胜，殊不知狮虎在百兽之中虽最凶猛厉害，要高飞下扑却力所不能。张无忌见识未够广博，一时竟想不到其中的缘故。第五集，上回说到殷天正和宋远桥比拼招数，张无忌正自思量二人招中缘故，忽见宋远桥招数一变，双掌飞舞，有若絮飘雪扬，软绵绵不着力气，正是武当派的绵掌。殷天正呼喝一声，打出一拳，两个人意志柔，意志刚，各逞绝技。斗得分际，宋远桥左掌拍出，右掌陡然间后发先至，跟着左掌斜穿，又从后面抢了上来。殷天正见自己上三路全为他掌势罩住，大吼一声，双拳以钉甲开山挥击出去，两个人双掌双拳便此交在空中，呆呆不动。拆到这一招时，除了比拼内力，已无他途可寻。两个人相隔一丈以外，四条手臂虚拟斗力之状，此时看来似乎古怪，但若近身真斗，却已面临最为凶险的关头。宋远桥微微一笑，忽地收掌后跃，殷天正也即收拳。老前辈拳法精妙，佩服佩服。武当拳法果然冠绝古今。两人说过不比内力，斗到此处已没法再比下去，便以和局收场。武当派中尚有于连州和殷离亭两大高手未曾出场，只见殷天正脸颊涨红，头顶热气袅袅上升。适才这场比试虽不大耗内力，但对手实在太强，已然竭尽心智，眼见他已是强弩之末，余英二侠任何一个人下场，立时便可将他打倒，闻想打败白眉鹰王的美誉。于连州和殷离亭对望一眼，都摇了摇头，那意思是说成人之威胜之不武。他武当二侠不欲成人之威，旁人却未必都有君子之风。只见崆峒派中一个矮小老者纵身而出，正是适才高叫焚烧明教历代教主牌位的唐文亮。我姓唐的，跟你殷老儿玩玩。哼，若在平时，崆峒五老如何能在我眼下？今日虎落平阳被犬欺，我一世英名倘若断送在武当七侠手底，那也罢了，可万万不能让你唐文亮数字成名。殷天正虽全身骨节酸软，只盼睡倒在地，就此长卧不起，但胸中豪气一生，竖起两道白眉，便即应战。今朝吧。唐文亮瞧出他内力已耗了十之八九，只需跟他斗得片刻，不用动手，他自己就会跌倒。于是双掌一错，抢到殷天正身后，发拳往他后心击去。殷天正斜身反勾，唐文亮已然跃开，他脚下灵活之极，犹如一只猿猴，不断前后左右的跳跃。斗了数合，殷天正眼前忽黑，喉头微甜，大口鲜血喷出，再也站立不定，一跤坐倒。唐文亮见状大喜，殷天正，今日叫你死在我唐文亮拳下。张无忌见唐文亮纵起身子凌空下击，正要飞身过去救助外公，却见殷天正右手斜翻，姿势妙到颠毫，正是对付敌人从上空进攻的一招杀手。眼看两个人所处方位，唐文亮也没法自救，果然听得咔咔
两响，唐文亮双臂以为阴天正施展阴爪擒拿手折断，跟着又是咔咔两响，连两条大腿骨也折断了，砰的一声摔在数尺之外，他四肢骨断，再也动弹不得。旁观众人见阴天正于重伤之余仍具此等神威，无不骇然。空同五老中的第三老唐文亮如此惨败，空同派人人脸上无光。眼见唐文亮躺在地上，只因和阴天正相距过近，竟没有人敢上前扶他回来。过了半晌，空同派中一个弓着背脊的高大老人重重踏步而出。哼，白眉老儿，我姓宗的跟你算算旧账。他右足踢起一块石头直向阴天正飞去。这人是空同五老中的第二老，名叫宗维侠。他说算算旧账，想是曾吃过阴天正的亏。这块石头飞去，突的一声正中阴天正的额角，立时是鲜血长流。这一下谁都大吃一惊。宗维侠踢这块石头过去，原也没想能击中他，哪知阴天正已半昏半醒，没能避让。当此情势，宗维侠上前只需轻轻一指，便能置他于死地。宗维侠提起右臂踏步上前，一旁的武当派中却是走出一个人，身形微晃，拦在了宗维侠身前。这个人身穿土布长衫，神情质朴，却是二侠于连州。宗兄，阴教主已身受重伤，胜之不武，不劳宗兄动手。阴教主跟毕派颇有过节，这人就交给小弟吧。于二伯待我妈妈最好，他定是瞧在我妈妈的份上，出来维护我外公。张无忌大喜，心中极感他盛情厚意，却听得宗维侠出声怒对：哼，什么身受重伤，这人最会装死，适才若不是他故弄玄虚，唐三弟哪会上他这恶当。于二侠，贵派和他有梁子，兄弟跟着老儿也有过节，让我先打他三拳出气。于连州不愿阴天正一世英雄如此丧命，又想到张翠山与阴素素，心下终是不忍。宗兄的七伤拳天下闻名，阴教主眼下这般模样，怎还禁得起宗兄三拳？好，他折断我唐三弟四肢，我也打断他四肢便是了，这叫做眼前报还得快。于二侠，咱们六大派来西域之前立过盟誓，怎地今日你返回来回护魔教头子？此刻任凭于你，回归中原以后，我再领教宗二先生的七伤拳神功。这姓于的何以一再维护于他？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武当派再强也不能事事横行啊。宗维侠对武当派确实颇有忌惮，但众目睽睽之下终究不能示弱，而这几句话竟亲亲然牵扯到了张三丰身上。一旁的宋远桥不由得微微皱眉：二弟，由他去吧。好英雄，好汉子。于连州这话说毕便即退开。这好英雄好汉子六字似乎是称赞阴天正，又似是讥刺宗维侠的反话。宗维侠不愿和武当派惹下纠葛，便也假装没听见。见于连州走开，便向阴天正身前走去。少林派的空智大师则在一旁大声发令：华山派和空同派各位，请将场上的魔教余孽一概诛灭。武当派从西往东搜索，峨眉派从东往西搜索，别让魔教有一人漏网。
昆仑派预备火种，焚烧魔教巢穴。阿弥陀佛，少林弟子各取法器，诵念往生经文，为六派殉难的英雄、魔教今日身死的教众超度，化除冤孽。谨遵大师之令。众人只待阴天正在宗维侠一拳之下丧命，六派围剿魔教的豪举便即大功告成。当此之际，明教和天鹰教教众俱知今日大树已尽，众教徒一齐挣扎爬起，除了身受重伤无法动弹者之外，个人盘膝而坐，双手食指张开举在胸前，做火焰飞腾之状，念诵明教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为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万事为民，不图私我，怜我世人忧患时多，怜我世人忧患时多。明教自杨逍为一笑说不得诸人以下，天鹰教自阴天正、李天元以下，直至除功夫义，个个神态庄严，朗声念诵，丝毫不以身死教灭为惧。空智大师见此情景，双手合十，口中佛号连连：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哎，这几句经文想是他魔教教众每当身死之前所要念诵的了，他们不念自己身死，却怜悯世人多忧多患，实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当年创设明教之人，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只可惜传到后世反而成了为非作歹的冤首。于连州眼见众人毫无惧色，亦是动容。张无忌眼见明教和天鹰教人人已无抗御之力，唱了这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的经文之后，以军束手待毙。光明顶上成百上千的两教教徒转眼间便即尸横就地，尽数要命丧六大派的刀剑之下。他曾听太师父谆谆教诲，绝不可和魔教打什么交道，以致重蹈父亲覆辙。魔教过去却也作恶甚多，杨逍强暴几姑姑极为明证，自来正邪不两立，荡魔除邪原为正派侠义道所当为，但眼见两教教众束手任人屠戮，终究是于心不忍。杀人抵命，冤冤相报，力强者胜，这番大屠杀弄得武林中腥风血雨，和蒙古鞑子大杀我汉人又有什么分别？可是我年轻力微，孤身一人，六大派谁也不将我瞧在眼里，我若出头说和，突然惹人耻笑，三拳两脚便将我打在一旁，说不定还会将我杀了，那便如何是好？哎呀，张无忌呀，张无忌，你怎得如此胆怯卑鄙？人家要杀你外公，倘若爹爹妈妈此刻再生，自然是要竭力维护外公周全，我跟外公一起送命便了。一边是我爹爹的武当派，一边是我妈妈的天鹰教，我谁也不帮，只拼了命的说和，让两边不要杀人，多结冤仇。他见宗维侠径自举臂向外公走去，不暇深思，大踏步抢出，挡在宗维侠的身前。且慢动手，你如此对付一个身受重伤之人，也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
这几句话声音清朗，响彻全场，各派人众奉了空智大师的号令，本来便要分别出手，突然听到这几句话，一齐停步，回头瞧着他。宗维侠见说话的是个衣衫褴褛的少年，丝毫不以为意。哼，哪里来的小子？他伸手推出，要将他推在一旁，以便上前打死阴田正。张无忌见他伸掌推倒，便随手挥掌拍出，砰的一响，双掌相交，宗维侠倒退了三步。待要站定，岂知对方这一掌力道雄浑无比，仍敢立足不定。幸好他下盘功夫扎得坚实，但觉上身直往后仰，右足忙在地下一点，纵身后跃，借势纵开丈余。落下地来时，这股掌势仍未消解，又踉踉跄跄的连退七八步，这才站定。这么一来，他和张无忌之间已相隔三丈以上。他惊怒莫名，旁观众人却是大惑不解，都想宗维侠这老儿在闹什么玄虚，怎地又退又跃，跃了又退，大倒奇诡。便是张无忌自己也想不透，他这么轻轻出掌，何以竟有如许威力。宗维侠惊呆之下登时醒悟，却向于连州怒目而视。大丈夫光明磊落，怎地暗箭伤人？他料定必是于连州在暗中相助，多半还是武当诸侠一齐出手，否则单凭一人之力不可能有这么强猛的劲道。于连州给他说的莫名其妙，反瞪了他一眼。哼，你装模作样想干什么？小子，你是谁？我叫曾阿牛。他一面说，一面伸掌贴在阴天正背心的灵台穴上，将内力源源输入。他的九阳真气浑厚之极，阴天正颤抖了几下，便即睁眼，望着这少年颇感奇怪。张无忌向他微微一笑，前辈莫出声，然后加紧输送内力。片刻之间，阴天正胸口和丹田中闭塞之处已然畅通无阻。多谢小友。他站起身来，向宗维侠傲然一试。姓宗的，你崆峒派的七伤拳有什么了不起？我便接你三拳。宗维侠万没想到，这老儿竟能又神顽气足地站起。眼见这现成便宜是捡不到的了，又忌惮他鹰爪擒拿手的厉害，口中便有些气虚。崆峒派的七伤拳技没什么了不起，你便接我三招七伤拳吧。他盼阴天正不使擒拿手，单是拳掌相对比拼内力，那么自己以逸待劳，当可仗着七伤拳的内劲取胜。张无忌听他一再提起七伤拳三字，想起在冰火岛的那天晚上，义父叫醒自己，讲述以七伤拳打死神僧空剑之事。后来他叫自己背诵七伤拳拳诀，还因一时不能记熟，挨了他好几个耳光。这时那拳诀在心中流动，当即明白了其中道理。要知天下诸般内功，皆不于九阳神功之藩篱，而乾坤大挪移运尽实力的法门，又是运使诸般武功精益之所具。一法通万法通，任何武功在他面前都已无秘奥之可言。他心中正想着七伤拳之事，阴天正却已然开口。哼，别说三拳，便是接你三十拳又怎地？空智大师姓阴的还没死，也还没认输，你便出尔反尔，想要以多取胜吗？哼，好，大伙稍等片刻，又有何妨？空智不得已制止了众人。原来阴天正上得光明顶后，见杨逍等人尽皆重伤，几方势单力薄，便以言语挤住空智，
不得仗着人多混战。空置依着武林规矩，便约定逐一对战。结果天鹰教各堂各坛，明教五行旗以及光明顶上杨逍属下的天地风雷四门中的好手，还是一个个非死即伤。杨逍唯一笑五散人各负重伤，没法下场，最后只剩下了阴天正一人。但他此刻既未认输，那便不能上前屠戮了。张无忌心知外公虽比先前好了些，却万万不能运尽实力。外公之所以要接宗维侠的全招，只不过是护教力战死而后已。殷老前辈，待我来为你先接，如若晚辈不成，那时老前辈再行出马。阴天正已瞧出张无忌的内力深厚无比，自己纵未受伤，内力未耗，也是万万不及。但是一想自己为教而死理所当然，而这个少年却不知有何干系自行牵涉在内，他的本领再强，也绝技敌不过对方败了一个又来一个源源不绝的人手，到头来还不是和自己一样重伤力竭，任人宰割。如此少年英才，何必在这光明顶上白白断送了性命。第六集，上回说到张无忌欲带阴天正受崆峒派宗维侠那三招七伤拳，阴天正感叹其内力深厚之余，也对他的来历百思不解，亦不忍他少年英才牵涉进明教之事而白白送了性命。啊，小友是哪一位门下？似乎不是本教教徒，是吧？晚辈不属明教，也不属天鹰教，但对老前辈心仪已久，情同家人，今日和前辈并肩拒敌，乃分所应当。张无忌恭恭敬敬躬身相答。阴天正大奇，正想再问，宗维侠又已踏上一步，大声呼喝：姓阴的，我第一拳来了。阴老前辈说你不配和他比拳，你得先胜过我，再跟他老人家动手不迟。你是什么东西？你也配跟我谈七伤拳？今日只有说明元真这恶贼的奸诈阴谋，才能设法使双方罢手。若单凭动手过招，我一人怎斗得过六大门派这许多英雄？更何况武当门下的众师伯师叔都在此地，我又怎么能和他们为敌？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在下久仰盛名。少林神僧空剑大师当年不就是丧生在贵派七伤拳之下吗？善哉善哉。张无忌此言一出，少林派群相耸动。那日空剑大师丧身洛阳，尸身骨骼尽数震断，外表却一无伤痕，即似是中了崆峒派七伤拳的毒手。当时空闻空智空性三僧密议数日，认为崆峒派眼下并无绝顶高手能打死练就了金刚不坏体神功的空剑师兄。虽然空剑的伤势令人起疑，但料想非崆峒派所能为。后来又暗加访查，得知空剑大师在洛阳圆寂之日，崆峒五老均在西南一带，既非五老所为，那崆峒派中更无其他好手能损伤空剑，因此便将对崆峒派的疑心割下了。何况当时洛阳客房外墙上写着程坤杀神僧空剑于此墙下十一个大字，少林派一查之，冒名程坤做下无数血案的实则军系谢逊，就更无半点疑惑了。众高僧直至此时听了张无忌这句话，心下才各自一领。宗维侠却已是怒不可遏：空剑大师为谢逊恶贼所害，
江湖上众所周知，跟我空同伴有什么关系？谢前辈打死神僧空剑，是你亲眼瞧见吗？你是在一旁略阵呢，还是在旁相助呢？这乞儿不像乞儿，牧童不似牧童的小子，怎地跟我缠上了？多半是受了武当派的指使，要挑拨空同和少林两派之间的不和。我要小心应付，不可入了人家的圈套。空见神僧丧身洛阳，其实空同五老都在云南点苍派柳大侠府上做客，我们怎能亲眼见到当时情景？是啊，你当时既在云南，怎么能见到谢前辈害死空剑大师呢？这位神僧丧生于空同派的七伤拳手下，人人皆知。谢前辈又不是你空同派的，你怎可嫁祸于人？呸呸！空剑神僧圆寂之处，墙上写着程坤杀神僧空剑于此墙下十一个穴字，谢寻冒他师父之名到处做些血案，那还有什么可疑的？啊，义父没说过曾经在墙上写下这十一个字，他一时三拳打死神僧空剑后，心中悲悔莫名，了来绝不会再写这些视为嫁祸的字句。这些字谁都会写，墙上虽有此十一个字，可有谁亲眼见到是谢前辈写的？我却知道这十一个字是空同派写的。写字容易，练七伤拳却难。空之大师，令师兄空见神僧确实为空同派的七伤拳全力所害，是也不是？金毛狮王谢前辈却并非空同派，是也不是？空智尚未回答，少林僧队之中一名身披大红袈裟的高大僧人突然闪身而出，手中金光闪闪的长大禅杖在地下重重一顿，大声呵斥：小子，你是哪家哪派门下？凭你也配跟我师父说话？这僧人肩头拱起，说话带着三分气喘，正是少林僧元音。当年少林派上武当山兴问罪之师，便是他力证张翠山打死少林弟子。张无忌其实满腔悲愤，将这一干人的形象牢记于心，此刻一剑之下，胸口热血上冲，满脸涨得通红，身子也微微发抖。张无忌，张无忌，今日大事是要调解六大门派和明教的仇怨，千万不可为了一己私嫌闹得难以收拾。少林派的过节日后再算不迟。他心中虽想得明白，但父母惨死的情状随着原因的出现而历史涌向眼前，不由得热泪盈眶，几乎难以自制。只见那原因又将禅杖重重在地下一顿，口中厉喝出声：小子，你若是魔教妖孽，快快引颈就戮，否则我们出家人慈悲为怀，也不来难为于你，急速下山去吧。他见张无忌的服饰打扮并非明教中人，又误以为他竭力克制悲愤乃是心中害怕，是以有这几句话。张无忌不理会原因，稍缓心绪，冲着少林派朗声发问：贵派有一位元真大师呢，请他出来，在下有几句话请问。元真师兄，他怎么还能跟你说话？你快快退开，我们没空闲功夫跟你这野少年瞎耗。你到底是谁的门下？元音见张无忌恃才异常，将名列空同五老的宗维侠挤得连连倒退，料想他师父不是寻常人物，这才一再盘问于他。否则此刻屠灭明教正大功告成之际，哪里还耐烦跟着来历不明的少年纠缠？在下并非明教或天鹰教中人，亦非中原哪一派的门下。这次六大门派围攻明教，实则是受了奸人挑拨，
中间存着极大的误会。在下虽然年少，倒也得知其中的曲折原委。斗胆，要请双方罢斗，查明真相，谁是谁非，自可秉公判断。张无忌语声一停，六大派中登时爆出各种各样的大笑之声，鄙夷之言不绝于耳。这小子失心疯了啊！你听他这么胡说八道，他当自己是什么人？是武当派张真人吗？少林派空文神僧吗？他做梦得到了屠龙宝刀，还成为武林至尊了。他打我们哥哥是三岁小孩吗？哎呀，哎呦，不行不行，我肚子笑疼了。六大门派死伤了这么许多人，魔教欠下了海样深的血债，他想三言两语便将咱们都打发回去？不可能。就是啊，他们血债血偿。峨眉派中却只周芷若眉头紧蹙，黯然不语。那日他和张无忌相认，知他便是昔日汉水州中的少年，心中便有念旧之意。后来又见他甘受他师父三掌，仗义相救瑞金旗人众，对他好生钦佩。这时听到他这番不自量力的言语，又听众人大肆讥笑，心中不禁难过。而张无忌站立当场，昂然四顾，一派大义凛然之势。只需少林派元真大师出来跟在下对峙几句，他所安排下的奸谋便能大白于世。这三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吐将出来，虽在数百人的哄笑声中，却人人听得清清楚楚。六大派众高手心下都是一凛，当时便将对他的轻视之心收起了几分。均想这小子年纪轻轻，内功怎地如此了得。原因待众人笑声停歇，方气喘吁吁地开口：臭小子嫩的奸猾，明知元真师兄已不能跟你对峙，便指明要他相见。你何不叫武当派的张翠山出来对峙？元音，说话小心。叫张翠山出来啊！就是。他最后一句话出口，空智立时出声喝止。但是华山、昆仑、崆峒诸派中已有许多人大声笑了出来，只是武当派的人众脸有愠色，默不作声。原来元音的右眼给殷素素在西子湖畔以银针打瞎，始终以为是张翠山下的毒手，一生耿耿于怀。张无忌听他辱及先父，登时怒不可遏。张武侠的名讳是你能乱说的吗？你张翠山自甘下流，受魔教妖女迷惑，便遭好色之报。今日主旨是要让两下迎合霸道，我万万不可出手伤人。张无忌心中一再自戒，但听到他辱及父母，哪里还忍耐得住，纵身而前，左手探出已抓住元婴后腰提了起来，右手抢过他手中的禅杖，横过杖头便要往他头顶击落。元婴遭他这么抓住，有如雉鸡落入鹰爪，竟没半分抵御之力。少林僧队中同时抢出两人，两根禅杖分袭张无忌的左右，那是武学中救人的高明法门，所谓围魏救赵，袭敌之所不得不救，便能解救陷入危境的伙伴。抢上前来相救的两僧正是元心元业。张无忌左手抓着元音，右手提着禅杖高高跃起，他双足分点元心元业手中禅杖，只听得嘿嘿两声，元心和元业仰天摔倒。幸好两僧武功均颇不凡，临危不乱，双手运力极挺，那两条数十斤重的镀金冰铁禅杖才没有反弹过来打到自己身上。众人惊呼声中，只见张无忌抓住元婴高大的身躯在空中旋身，随后轻飘飘的落地。
六大派中有七八个人立时叫了出来。这是天云宗，你他妈还得天云宗。张无忌自幼跟着父亲及太师傅朱师伯叔与武当派武功虽只学过一套入门功夫的三十二式武当长拳，但所见所闻毕竟不少。这时练成乾坤大挪移神功，不论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都能取而为用。他对武当派的功夫耳濡目染，亲至最多，突然间不加思索地使用出来之时，自然而然地便使上了这当世轻功中最著名的踢云纵。于连州、张松溪等要似他这般纵起，再在空中轻轻回旋数下，原意不难，姿势之圆熟飘逸，犹必远远过之。但要一手抓一个胖大和尚，一手提一根沉重禅杖，仍要这般身轻如燕，却万万没法办到。武当诸侠见了均感惊诧，少林朱僧这个时候和他相距已七八丈远，眼见元婴给他抓住了要穴，全不动弹，他只需挺起禅杖，立时便能将元婴打得脑浆迸裂，要在这一瞬之间及时冲上相救，绝难办到。唯一的法门是发射暗器，但张无忌只需举起元婴的身子一挡，借刀杀人，那就反而害了元婴性命。虽有空智、空性这等绝顶高手在侧，但是变起仓促，任谁也料不到这少年有如此身手，竟让他攻了个措手不及。只见他咬牙切齿，满脸仇恨之色，他高高举起了禅杖。众少林僧有的闭了眼睛不忍再看，有的便带一拥而上为元婴报仇。哪知张无忌举着禅杖的手并不落下，似乎心中大有疑难，没法决定。但见他脸色渐转慈和，慢慢地放下了元婴。原来在这一瞬之间，他已克制了胸中的怒气。倘若我打死打伤了六大派中任谁一人，我便成为六大派的敌人，就此不能做居间调停之人，武林中这场凶杀便再也不能化解，岂不是正好堕入陈坤这奸贼的计中？不管他们如何骂我、辱我、打我、伤我，甚至侮辱我父母、义父，我定当忍耐到底，这才是真正为父母及义父复仇雪恨之道。元婴大师，你的眼睛不是张武侠打瞎的，不必如此记恨。何况你们那日去到武当山上，逼得张武侠夫妇自尽身死，什么冤仇也该化解了。大师是出家人，慈悲为怀，何必对旧事如此念念不忘呢？你元婴死里逃生，呆呆地瞧着张无忌，说不出话来。见他将自己的禅杖递了过来，自然而然地伸手接过，低头退开。唉，他隐隐觉得自己这些年来满怀怨愤，未免也有不是。少林朱高僧、武当诸侠听了张无忌这几句话，都不由得暗暗点头。光明顶六派攻势如何化解？张无忌能否劝说双方罢斗言和？处身正邪漩涡中的他又将何去何从？侠骨人心因犹在，武林纷扰不知愁。精彩后续，敬请期待。